哎，哎，就补着一个。再让我 A 一下，好，强攻触发。点。哎呀，兄弟呀，滑板鞋还是有点厉害啊！滑板鞋，这波说实话有点狂妄了。我本来想跳完以后我闪走，你知道吗？本来寻思我闪走，我让炸弹人把他收了。那炸弹人怎么没生呢？炸弹人，我的炮车！我就说我这种人就不太适合玩的 ADC， 你知道吗？那炸那不可能搁里头呢。那怎么回事？起飞！来个皮孩吧，我要玩玩个上单小炮还行。哎，我很讨厌玩 ADC， 你知道吧？因为我老想往脸上冲。ADC 不让往脸上冲。你能不能别瞎炸了，兄弟？你给那兵都炸残血了，这耗他血！你 A 啥呢？会不会 A？ 不会 A， 别瞎 A。完了。他俩都是废柴二人组啊！我发现，我连往脸上跳的机会都没有。真的，他整这么个辅助，我都没办法下路拿优势，都没办法杀人，就只能他在那耗，我在这瞅着，我也打不过这滑板鞋。慢慢补刀吧。真折磨人呢，炸弹人辅助都不敌整个德拉斯，还能有点空。
拆塔，拆塔，拆塔！快拆，快拆，快拆！阿莱就负责拆塔。对，阿莱主要就是拆塔。没事，哎呦天哪，好痛啊！哎，我没法上啊，这。来，五星大师。还往上跳，你操了，我操了，还你操了，我操了，真能送啊！你给我干他！哎，我还打不过这女枪，我赶紧回塔下吧。干哈呢？哎呀，我操！俩残血，哎呀，能不能收一收？我或许只是假装路过。头好痛啊！为什么不吃药？问得好，我给忘了。这波药忘吃了，确实有点致命哈。我给忘了，我忘了我还有一瓶药了。那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就说我不打下路，不打下路。那炼金也不给位置，你说？啊，一杠十了，那上路零杠三了。我问他，我能不能打下？他能不能打下 ADC？ 不。哎呀，不！我杀不了，我杀了，我上去的滑板鞋不把我收了。这波要想杀人，就只能炸弹人卖，我没办法卖呀。而且我没有大，我有大还行，并且对面 AD 可能有加血。杀了连跳，杀了这滑板鞋就把我杀了呢，那炸弹人一点用也没有，一点忙也帮不上你。哎呀，炸弹人给你选的，我真是头都炸了，真的。有什么用？你说这玩意儿了？耗血耗不掉，杀人杀不了，跑跑不了，闪不了。六级不学大招，你他妈的！你像个人呢，我操了！哎呀，
还抢兵，哎呀，还没补刀。算了，不杀了。拆塔吧，拆塔吧，拆塔就行了。哎呀，后边鞋来了，快跑！来人了，快来呀！那武器大师啊，回回那一技能打不着人啊。这大给你放的呀，哎呦我的天，我给你给他大飞，你不用，我人难呐。难呐，炼金来送人头来了，炼金上路待的不好了，跑下路要来送人头来了。这滑板鞋还好是没意义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我都不如玩上单小炮，我都觉得真的，这补位机制太傻逼了，他还不给位置，关键是打下路我要打个辅助还行，你知道吧，我还能带带节奏，我打个 ADC 我一点节奏我也带不了，这不能往上跳，那一个扁铲的这铲我半管那些，我上去跟他打去，赶紧拆塔，蹦，狗头人马上就无敌了，我们已经有点打不动这狗头人了，下路我是不去了，我去不了这地方，折磨人呢。把上路守一下啊，这蓝 buff 我们得要，要不然这狗头人百分之百要把我们家蓝打了。你瞅瞅这一扁铲，他指定要闪现，我们快点跑啊，我们头也别回，这狗头人指定闪现一扁铲把我拍死，赶紧跑，看他那样就是有闪，跳走都没用，你不配给我点信号，别给我点信号，
还好没玩寒冰，我告诉你们啊，玩寒冰就这辈子也赢不了。那种 ADC 他没有位移，你知道吗？就得玩这种有位移的才能行。我看看这小炮出点啥呢，我来个蓝切小炮吧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们多打打单线，这样等级高。没打，我起飞了，兄弟们，我起飞了。我升天起飞，好不容易起飞一波，1800差400，现在我们是11级啊。哎，打他们家一个蛤蟆，再见。这阿木木9级，有这么不要命吗？我好想杀他呀！我好想杀他！他9级，我不杀白不杀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救命救命啊！区区这么高啊！还行，我们被辅助给下当的啊，还行还行。确实是有点小膨胀啊，刚才这波。稍稍的有一点点那么小膨胀，嗯，稍稍有一点点。我们这把这个样子吧，火炮无尽饮血剑。我或许只是假装路过。下件装备我决定出饮血剑，配火炮，最后出无尽，100%暴击。蓝切不行，换了。我干他，他就一个人。这位置不行啊，位置好差啊。哎，那咖喱奥刚才都能杀，都不杀。把蓝拿了去。来呀，哇，这女枪伤害有点高啊。这女枪把我单杀了，我操，这女枪伤害有点高啊。
双折磨的虚区还是很高的，还打呀他们家，你去插个眼儿去。没事的，阿木木一个人打不了，你赶紧给打吧了，死了。半管子血，打不了还放空了，就打不了技能都能放空，炸弹人啊，炸弹人，真折磨人呐、啊，炸弹人。现在我单挑打他们家，除了狗头人，任何一个人应该都不太虚。我说的是单挑，不是打团战。打团战不行。也去了。给你甩个大吧，这两个人要是都死了，我们家基地也就爆炸了。原地踏步了，这波我寻对面的 ADC 能干我呢，太怂了，这你都不敢杀。差200块钱，哎呦，干嘛？女枪死了还行，还打龙。哎，你们家都一换一了，你们家狗头人还在下路，为啥要打龙啊？凭啥打龙啊？这炸弹人没有一个技能是撇中的，兄弟们，真的，能不能中俩技能呗？那技能能不能中俩？快点过去，快点过去，打完了，这打不下来，快！往这边走啊，我去你妹了，真是。哎呀漂亮。小龙。找到这个女枪，狗头人给我枯萎了，狗头人把我枯萎了。下件出火炮，我们虚区环境会好一点，出完火炮。我大女枪不给他大飞了吗？我那不推棒了吗？我大女枪的话，我直接大狗头人，然后把女枪杀了，我们还能跳走，这不是差一点点吗？这不给我甩死。17级狗头人，我天哪，这狗头人等级有点高啊。
而且他一身的护甲。我火炮出完，出个青雨吧，打不动啊。哎，青雨带不带暴击呀？啊，这也太能冲了吧？这咋冲啊，兄弟？这五个人四个人白送啊，这也没法上啊，干嘛去了呀？这里边是有眼儿吗？啊，这里边怎么能有眼儿呢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守基地吧。队友都上了，我一枪不开，我上去干啥？我上去跟他们一块送去啊！我上去我就得死。啊，他们一块送了，死了，晚上我也得跟着上，晚上我们也得整整齐齐一家人站一块儿啊！他们上去一个人没打死，晚上我还得搭一个，是吧？吸血有点猛啊，小炮 A 不过滑板鞋就已经够呛了呀。我净化有啥用啊？我能净化啥呀？我打滑板鞋怎么还有让我用净化的呢？我净化啥呀？净化它的毛啊，毛也净化不掉啊。勾引一波吧，拿净化勾引一波。